我是阿笑，喜欢画画。我是阿雄，喜欢机械，要改装象牙吗？我们去看看吧。我是风杰哥。我是阿雄，你是风杰哥吗？我是阿笑，可以给我签名吗？我不是，我是阿乐，现在要站起来。之前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河滩上奔跑，享受风在耳边刮过。可是他们把我的皮拿走了，给我装上了机械皮夹，这个太重了，一直站不起来。但是只要我坚持，就一定能站起来。让我给你改装皮夹吗？你可以站起来的，加油！阿乐是继阿雄和阿善后的第三代。微皱眉让阿乐增加一时站不起的小伤感，站立的后腿诉说着他内心的坚持。站起来吧，阿乐。孤单的路不寂寞，还有朋友相伴哦。等我。